是下午1:30，我们还在 Stansted 机场。本来我们的飞机是11:20，然后结果今天早上5:00多、6:00多的时候收到飞机会 delay 3小时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也整个都泡汤。本来要去蓝湖泡汤，结果我们还是进来了。我就发了很多 email， 然后跟他们一直互通消息，就说我真的班机 delay， 我想要进来，巴拉巴拉，反正他们就让我进来了，耶、yeah! ！Can I have one lemonade and one？ Can I have the blue one？ Yeah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刚刚饮料有好像有洒进来。风太大，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哇，我的头发真的超狂的，但是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就是我以为我头发绑起来就不都不会碰到水，但结果还是会碰到水。然后人家说，碰到水会头发会硬掉，然后会硬一整个礼拜。其实是应该先抹 conditioner 再下来的，但是我没抹，所以他就有点担心。但是 anyway， 我们时间在这边的时间没有很多，所以现在打算去找面膜。但真的是好大。然后都是人，都是雾，根本就找不到面膜在哪里。而且我本来想说我就不要化妆的，这样反正这样抹一抹也看不到，结果他说不需要 remove 你的 makeup， OK， 那难怪这里面应该是很脏啊，都很干了，赶快去洗，赶快去洗，都要变皱纹，反效果，那边。现在刚敷完面膜，神清气爽。哎，真的看起来皮肤倍儿亮的，不错。还以为那是水。大家去买起来，大家去买起来。就是被骗的稍微贵一点的这种。哪？就是那个水有水比较好。那我就买冰岛的水。我就买冰岛的水怎么样？然后撞到头哦，然后送你去吹风。不要。吹风。不要。真的超舒服，真的超不想起来的，舒服，值得。其实没有很冷，现在刚好时间跟我们朋友arrive 这边的时间都上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开车要来接我们回市区。虽然现在已经8:00多，然后回去市区可能就9:00多，快10:00，我们才要准备吃晚餐。现在是复活节，所以这里 hack up。是唯一开的 supermarket， 然后10:00多我们要来觅食。对，这是今晚的家。好像都是两单。就有一间厕所，然后上面有点懒得上去，有点口述，有点可怕，它有点可怕。哦，然后灯会闪那种。bad， 温馨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现在要先去买早餐，8:30。买了一个超大的 scone， 结果你看它这个质地根本就是面包，被骗了。冰岛的 scone。到了我们的第一站，这叫什么瀑布啊？这是 Foss。我们有要爬上去吗？违规，再滑下来，秀姑峦溪事件重演。因为他选 close， 一定有他的原因。结束。第二个瀑布，
呀、啊，就两个而已啦。然后我们等下走上去拍照。还在下雨，是风很大。羊肉汉堡，很普通的通心面，羊腿，羊肉汤，好喝。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冰川健行，所以一定要吃饱饱。我要吃一口吃吗？好期待冰川，突然很期待，期待的眼神，有很期待，很期待。现在雨超大，我不知道等一下要怎么健行。超级大的，结果 my fault。我觉得昨天晚上他有寄 email 给我们，但是他要进去了我的 drunk。Hotmail 真的有问题 ，Hotmail drunk everyone。OK。谁会用 Hotmail？ Someone born in 1999。OK。Anyways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要改期还是 fully refund。期待的小眼神变成失落的小眼神。我们刚刚那5-10分钟不知道在干嘛。在外面风吹雨淋。不公平，它那么高，水的这个都不会吹进它的脸跟嘴巴。肩膀很冷啊。走，我在那边吃咸水耶。她男朋友现在代表我们出去看极光，然后她女朋友把她收起来，然后就我们在外面清场，是她自己干的。哎，我们阳台超大，那你可以出去啊。